哇，你这一击直接把他打残了，等一下，可以可以，能来吗？我去不了，就是我在缺陷，摇腿是去不了的。我现在去，你看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我交给你了，他没闪，他没闪，我试一下，我尽量。这是个。血量，他回复的血量有点多呀。算了算了，你的脸上也可以，他没抢。这就不缺了。刚好兄弟你也来个刷 buff。对对对。都舒服一点，咱俩一人一个。一人一个。我真的我一般我不想玩杰斯这样就这样打对面的人。玩杰斯得双排，我觉得我也会啊，我也不是不会，我也会。你看这边这塞拉斯想不想死？他一级，对，他直接说真的，他直接自闭，一级他直接兵都吃不了，绕一圈就直接自闭。大家现在都这么玩。你这个好像需要出个重伤，打他。没关系，我一套他死。这个线他太痛苦了呀，他应该死了。牛逼！哎，他把我杀了！牛逼！这兄弟完了！我奶了你一口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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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有 W 这波！我奶了你，我奶了你！我上头了，我他太猥琐了，他买了两个护甲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出重伤，他死了，真的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你再补一个也不死。两手密，能杀吗？对吧？来，对对。哎，哦，我这炮没打到，打到他亏线了，他亏线了。有凯德吗？那个，两手枪吗？我没点啊，一会儿再。那手感这样跑，心也太大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进来打点输出。冒险危险，冒险危险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兄弟，上波热，上波热。哎，先上上 buff 的。炸他吗？我有炮。这个左把手枪回来了。你确定啊？他折击不到人。哎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这边。我操！两个要稳一点。张凯，你是不是这么帅？张哥不见。张老师没闪。赶紧上来。我知道，张老师没闪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下路肯定过来了呀。半天没出现这效果，老子没打着。血赚，我就知道他们会有人来的。你一塔都去掉了，我这可以啊。他可能在吃果子。哎，呵呵，哦，那个E不用那么着急交的，没事。哎，我这个E是想打他个位移，这我对我答案挺自信的，其实。
随便丢几个球。他们那没打中，没打中，没伤啊，还没闪。哇，你这伤害好高啊！我出伤了。先走，先走。好像放了就没有。来来来来。老鼠，老鼠，老鼠！哎呀！哎呦！老鼠，老鼠，今天老鼠。打不了，啊，不中你了。啊，这怎么老鼠没看好？还好是露露的这个，好像有点亏。我趁机炸了，要不？打成只能放草里面。哎呦，我操！他们在哪死的？没想到呀，小心老鼠，小心老鼠！大拉斯也不见，大拉斯肯定有气，他们可能会来抓我。不，没来抓你，没来抓你，他们在我这边。他们打三招了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等德邦，两手没闪、啊。把人杀掉吗？小龙吧，小龙吧，小龙。他们那个塞拉斯，我打残了。对。两手没闪现。那小龙应该没打。打完我回家，我三天。OK。打我那个塔我都不撤，他手下路。拉扯拉扯。你走吗，这波？你要手下，你就出下路。我手下。开了也行，我少100块钱。我从现在开始我也改变了，我也就这样往这么玩，就只玩对线输过一局，我也不跟他们搞那么多发育护膝，发育护膝，发育护膝，烦死了，脑子都快被他们打一个 K 十个门，坏掉了直接就。这对线输过越来越自信，是吧？真的人都打压抑了，说实话，真的人都打压抑了。就我玩个杰斯，我也会，我又不是不会。武器你得先看到对面了，对。哎呦！哎，老鼠！没伤吧 ？Nice！ 哇，这波没打正着。大龙，牙子在我附近。大龙，不给他跑，他跑不了。哦，我这不是啊，被莫六的结果拉了个老鼠。下方送上死耗子，我操！没闪了。哎！小心！ Nice 呀！可以。来，去跑！他们投了。好。这老鼠丧心病狂，是的。老杨，等他那个盾没了，我给他来波甩击。可以。